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，不是吗？什么时候去的？你如果在，这一切是不是不会发生？那天晚上是我打电话给他，让他去的茶厂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杨毅的死是在茶厂。你就不怕？我把你说的全都告诉他。即便你不说，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，不是吗？